像偶像、哦、我的样子帅到你阿妈都疯狂，请大家一起叫我偶像偶像，我的形象就是要健健康康，我的名字叫做偶像，顺利高分段我做什么？你为什么我选歌手啊？你要搞清楚哦，我们做节目都给年轻人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是来参加选拔赛，赢了就可以做歌手，歌手就会红红啊。那么容易红的话，梁静茹就不会去台湾啦、啊。Hello baby。我跟你说，那个死肥仔一直欺负人家，哼。哎，我跟你讲，我那个好丢的房间钥匙忘记带了。你的气给我呢，大胖老师，大胖老师，等一下啊，那个第六还有那个第八组的那些小妹妹，不管她唱到几烂几难听都好，你一定要把她留到决赛，懂不懂？嗯。你呀、啊，上次啊莫名其妙把那六个帅哥给淘汰掉，你等于淘汰掉，我收视率整个砰砰砰砰掉下来了，真的要死你，真的要死你。老李哥，佢哋安排外国人站乌卡尼同埋杰泽做戏楼，嚟做夹乌卡尼，听见啦？你做安排。我都讲了，我要那些残障的，嗡嗡天生智障的，居然还有小儿麻痹症。哎，你看，这个演奏不 good， 就是找这种演员，你看演到极限了，找这些演员呢。今天是中风的哦、啊、今天中风、嗯、Good， this is what I want， 就是要这样 Good， 你要知道做节目最重要就要给观众有同情心，观众同情心节目收视率就上，收视率一上的话那个主持的红，最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个人专辑，可以开贺岁片赚大钱咯，懂不懂？嗡嗡的今天的表演嘉宾是谁呀、啊？哦，那个小妹妹咧，佢已经过咗，等星星公公之后就会出场。乜嘢咪咪喵喵咪咪喵喵啊？啊，那个苏 FM 不是在那边有出过节目啊？叫他们来。嗨，你要搞清楚哦，跟我们敌对关系的那些人，不要全部叫来吗？你，哎呦，去，哎，宝哥。宝哥，你看你最近好瘦哦，你看肚子也不见，头发又那么少哦，多个吓得多了。我们那个贺岁片呢啊，首映的那天啊，能不能叫你的 boyfriend 找到元首来，哎，不然元首夫人都好了、啊、哎呀我很贵啦，宝哥到小屋啊，我旅游部长卫生部长啊，卡退了，卡退了。宝哥，加油哦！我准备准备好了。All right, get ready for show. 9, 8, 7, 6, 5, 4. 欢迎回到我们马爱豆全。
下来啊，接下来当然是我们的片号是哇，这一支是非常有实力的摇滚乐队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宝宝，吃饱爱睡觉，哥哥唱歌不要吵，不要哭闹，宝宝快睡觉，梦里也会笑，梦见哥哥带你一起吃汉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最可爱的宝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睡着了。就是他的儿子叫做 Boom， 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红。马来西亚一直很流行歌唱比赛。不用这么多废话，我只是想知道我要找的人现在在哪里。你要找的人现在在一个叫做 Kampong Kara 的地方，隐姓埋名，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Kampong Kara to learn how to sing.Or singing competitions. Kampong Kara. 好，我们现在就出发。一代。Oi, bukan semua
polis makan duit kopi ya. Okay? Kampung Kara, many seafood, many different style. You pay money and they will let you try. Yes, I want to learn karaoke, so I am here visit Kampung Kara. Have got fried flower, sit for the style. I hope seafood can give me a holiday.第六個字應該是四重疊音，但是你剛剛只是唱了單音，唉，冇中啊！
师傅吃，爱放过咱饭，堪吃就来吃，把乌牛吃爱爱吃，免了事。说，再个阿。虽然你又冇乜嘢天分啊，但系千祈又冇灰心，最紧要练好你嘅中气。冇错，中气仲有啊！你嘅第八句、第四个字太白啦。喂，第七个字你唔识斩俾你嘅咩？最严重嘅就系你节奏问题。节奏喂，插手啦！针插手而要叻啫，昆也冇用而是仓过咩？加 action。是咯，熊刚姐，我看哦，你等于当你的叉烧啦，啊，你就不要超怪咩？讲下唔得噶，一定要识得唱歌先俾讲噶。啊，喂，你哋个由朝到晚闹啲政治人物啦，做咩唔去做首相啊？咩？爸爸，我们真的要请你来叉烧啊？咩事？开咩？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好烦，好烦，好烦，哎呀，叉烧饭啊！烧鸭饭、烧鹅饭、叉烧烧鹅饭、叉烧饭，哥哥回来了。系。哥哥。哥哥呀，翻嚟啦！哎呦，企喺屋企比赛点啊？全跑你啊！爸爸请条你最中意食嘅皮叉烧俾你食啊！好快就有啊！哎呀！大家睇到未啊？呢一個就係一種 rocker 嘅姿態啦！哇，既有個性啊，係嘛？仲有型過我後生嗰陣。老灰啊，你首先啊，你個人找女兒出名嘅咩咩？係咯，佢嗰日仲響電視上除褲，連底褲都冇著。依家有邊個唔識得佢喎、啊？你識咩？識乜嘢啊？呢一種叫做行為藝術，亦可以叫做咧藝術性嘅扮演，目的係表達對社會一種無聲嘅抗議。美國有個搖滾歌手 Mary Manson， 咩聲？黐聲啊！你看看那隻，仲拿到風度線，就就唱落嚟。是咯，拿曬你啊！呢啲叫做 Red Rock 嚇、啊，識唔識咩嘅？識唔識 Boom 啊啲？唔識係嘛？唔識啊！同我講音樂啊！呢一種就叫做 rock 啊！阿伯做生意㗎。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叉燒飯係咪？我燒肉飯，有，好快，好快，好快啊！喂，大社長會死咩？哎，你掂啦！哎，你可以叫不要在這麼多人面前叫我伯伯，可以嗎？你看，不肉我了。帮弄人做工，有什么前途我都不懂。也不是讲了嘞，你还不是一样吊养的、啊。其实我也是有在 Steven 那边做班单啦。什么 Steve 什么份啊 ？Steven 你不认识吗？那个在家人爸教小孩子唱歌的哦，他是很有爱心的人来的，他又很帅哦。他又厉害唱歌跳舞啦，又会自己创作，几厉害你懂吗？这样是几厉害，是几你要讲出来嘛？就厉害到帅到啦！哦，你早一点这样讲就清楚了吗？
吉芬哥哥唱的是不是很棒？不是。好不好听？不好听。没关系，吉芬哥哥还有多首歌曲献给大家，好不好？不好。你是我的天王巨星。球队技术了的
你讲咧，飞机是。对啊，对，阮的咧飞吼有飞去台湾的，听袂晓的，你从哪里来啦？台湾哦。我教佢個凳啊，都好似彈琴啦，仲喺個廁所食咗餐飯添。你食飯啊？啊，相當明白，爹打得過啊！邊度咁睇眼啲？啊！高先生，木药已经发现了。打了吗？
大便纸除了拿来擦大便之外，还有什么功能吗？你们的音乐和大便的分别，就是大便不会吵。上一次你们呢表演很有趣啊，这一次你们想过哪一个偷玩的呢？加分题了吗？我觉得你们的音乐哦，根本没有商业价值的。如果要回到，比如说做个企划的角度来说的话，完了，我根本想不到怎么样可以帮你们。要回到主流的市场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比如说去参考一下五月天啊，还是飞轮海这种类型。什么五月天切班？你给我讲什么飞沙海？你知道这个什么来的吗？算了啦，他不懂什么叫 rock 的啦。总有一天啊，一定会有人明白我们的音乐的，你讲对不对？你讲对不对？哎，哎，你讲对不对？哇，给妹妹，刚才那段有录到吗？有哦，观众就是要看这种被淘汰发脾气的。哎，服务员，喂，过来。谁最强？哎，卖人情来哦！哎，找我什么代志？阿毛囝，就像那不给你的一把火，熊熊会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台湾的冠军歌王 ，with 999 international singing competition championship titles， I give you 高东风先生。没错，我们是来替馆的。请问，这里还有没有人敢接受挑战？Hungry, hungry.
甘愿，我身体唔系几舒服。不必勉强，小心身子啊！30年前，第一届世界华人歌唱大赛，一个来自香港的爵士高手，在我面前夺走了冠军，让我人生第一次，是最后一次，忍受屈居亚军的耻辱。这一次，我一定要讨回我人生最后一个冠军杯。你是逃不掉的。吴发达，叉烧嘛，哎呀，你坐下先啦，等我用屙督屎出嚟请你，唔系，等我用屙督屎出嚟切一条香喷喷嘅香港仔叉烧请你食啊，坐下先啦。20年啦，你销声匿迹了20年，当年连败各地冠军好手，鬼神同聚的吴发达。现在居然躲在这龟壳一样的咖啡店，你以为能够逃避得了什么吗？打扫这些年真是不值啊！吴发达，不要再躲了，有本事你就给我站出来！怎么急着要我走？本来我想说，如果你赢了，就让你们一家人团聚的。时间、地点，下个月。天后就是七夕，我们想在 Kampong Kara 这里的大礼堂举办一场冠军歌王制定挑战赛，有请各位师父到场见证，是天后见。Thank you.
喂，衰仔，嚇，老豆生你以前小對耳仔小個嘴啊，一蚊叫狗，十蚊狗唔應，識唔識認老豆，識唔識尊重個老家？你衰仔，衰仔。有话好说，你们不要打架好不好？我只是不急，穿衣服罢了。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爸爸，我知道是狗狗不对啦，可是那把吉他是老婆来嘞，现在老婆断掉了，怎么办？断咗咪买把新。爸爸，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好像很多人在看你啊？不习惯跟明星出来嘞。哎呀，我支持了，你一定系会有人咁讲噶啦，真棒。哦，多谢多谢啊，多谢多谢。好啊，哎，好多谢你啊，食到好润喉噶。天姐，这位好肥哦，一年哦。哇，你再用几天就来泡了，快啦！爸爸，我给你干几多，免费送我的。我们大家要支持吴师傅，一刀一刀。你話呢支係咪？嗱，呢啲咧係 electric guitar， E L E C T R O M S 500紀念版，原版係喺澳大利 Manton 吉他廠1958年生產 ，The Beatles 嘅 George Harrison、Tommy Emmanuel 同埋 Queens of the Stone Age 嘅 George Holmes 都曾經使用過，而我手上呢一支。應該是1998年重新改良的版本，當其時阻住阿夏利信佢仲未死嚟香港揾我，我帶佢盲公診所算命，盲公診話佢個肺唔好，過唔到60，佢唔信啦，你睇佢咪死咗咯？咁香港咩？你知乜嘢啊 ？Quit
Covid 啊，嗰陣都喺香港，我帶佢萬佛之拜佛嘅。Covid 都喺香港？唉，我都唔知同佢講咗幾多次，做人就唔好咁悲觀啊！結果佢都仲係睇唔開，走咗去自殺。唉，仲有嗰個黃家駒，家駒你咁識咩啊？大家香港人得閒坐埋飲下茶，食下蝦餃、燒麥、糯米雞咁，有咩咁出奇啊？你笑咩笑？嗱，後生仔，我同你講多都冇用嘅嚇。搖滾呢樣嘢咧，唔係話靠聽埋啲事情就可以真正了解嘅，最緊要用你嘅心去感受。啊！我聽日嚟買呢支吉他。到期時再同你講下 Bon Jovi 咧嚟香港揾我食三寶飯嘅事情，係咁。咁多年嚟，佢過得好嗎？哼，想不到他竟跟你一樣會搞失蹤。係我對佢唔住。如果當初你們都沒愛上對方，就不會導致今天的局。想當年，你波羅言嘅抖音堪稱一絕，唱到一半嘅時候，兩次下波快速 U turn， 都係我前所未見。但係你知唔知道點解會輸俾我？那是因為你在第三次副歌的第六個滑翔音錯。因為你的最後一次 chorus 的第四個字 engine 失常，導致下波的時候 blink 唔夠力，脫軌兩 cm。有一個滑翔音，沒想到我這無敵最寂寞的歌聲 Steven Lim 哥哥，日盼夜盼，終於盼到兩位實力伯仲的高手，今天就讓我以歌會友。为我们彼此的争斗，来一段我自创的新歌吧。就让我心好好痛一点，就让野猪慢慢烧掉我。大家認同你的音樂，看看這名帶啊，裡頭那些才叫搖滾 Rock。 亲爱的同学，让我们现在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编号五的 Metal Boy。
在说谈恋爱浪费时间，一种游戏值得体验，这种游戏都是心甘情愿，大家叫做 a one night stand。Taylor 曾經同我講過，一個信仰搖滾樂如果唔守諾言，等於同一般嘅廢物係冇分別。对啊，重点是哦，我们已经没有钱再去把我们风景做梦梦了啊！我找人催婚了喂！还有哦，我妈逼我跟这边的老板能结婚呢！啊，刚刚还做法庭，做法庭，做清醒了都！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给我一个安定的生活。如果你是我兄弟的话，就发
快走啊！快快走啊！先进咩？无他快点走！无驾驶啊！走啊！哎，倒计啊！哎，倒计啦！我病啊！淡了，你不会看淡了？王先生，刚才公司给你提到的这个保障，其实也非常的多，比如说你弹吉他、摇头、狮吼，甚至还打人。您就可以通过这个保险来保障您的头、您的脚、您的手、您的肚。如果你摇头摇到断了，喉唱的没声音了，肚皮破了，大便打不出，还有您的头。奎先生，如果咱们现在去试衣，可能很快就可以出唱片了。是一份保单，您老母在上海啊，咱们面对我努力那么多年，就是为了今天，你现在居然要给我谈保单，跟我说放弃。我现在给你十分钟，我到楼下等你，如果你还不下来，那我就再给你十分钟。平生早已看破红尘，希望施主早日随我去西方极乐世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无常，亦反当。空自上命。哎，不夜，为什么你剃不大就可以做和尚了？这样这么绑定了，就不可以做老哥？为什么？昏天暗地，混着住到楼间的缝隙，原来又是一场倾盆大雨，我逃不过，只能站着淋雨，总是逃不掉各种难题，一波波的朝我迎面来袭，我早就已经麻痹，多少次的惨剧 ，Oh no。告诉自己一切都会雨过天晴，却让自己摔进了多少窘境。 No，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仰望晴空，让我轻快地踩在乌云上头，让太阳晒干我的头。
பி மாதிரி ஜாக்கெட்டு வந்து எனக்கு தொங்கறது புரியா மாதிரி அப்படியா நீ சூப்பர் ஸ்டார் ஆக போறனே ஆ யோ பணம் யா காசு காசு masuk lokap 2 tahun lah. Woi, curi internet lah. Woi, KKPL. Kampung Kara punya pencuri. Nanti orang kau di. Thank you.
本人 Steven 宣布比赛正式开始。冰道的味道，什么味道？감사합니다. MS 우바이 후유. 这样买咩？他正在准备把妈妈追回来啊。你还讲？如果不是因为你，爸爸现在早就打败那个什么高中锋了，我们就可以跟妈妈见面了，你知道吗？啊、什么妈妈？嗯，去哪里？Thank you.
来呀、啊！啊！你们爹！怎么了？爸爸才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人。我现在不知道妈妈在哪里，可是今天我要代替我的爸爸唱出这首他写给妈妈的歌。KKP 啊！
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妈妈？抢走你妈妈？
们三个要和平痛苦这么多年。哈哈哈！你手上怎么搞下去？你还没得呀？哎，我的八哥呀，到底想什么呀？哎，弄清楚嘞！系咯系咯，徐富仔，你今日想走啊？一啲都唔尊重我哋嘅感受。我听到中央反手，我来就来，就死细胞，唔得啊！你企啲咩啊？唱个咩歌先？结束啦，叫做啦。是吧选秀比赛嘛，唉，其实唱歌这种东西哦，又不像运动会，有秒数、高度、速度、远度可以来计算，很难公平的啦。其实哦，我觉得他们真正追求的不是冠军和名次喽，那些安哥安弟啊，他们只是想要弥补以前年轻时候错过追梦时光，所以才比赛的。
他们又逼自己的孩子去学唱歌去比赛哦，只是觉得看着自己的孩子做他们以前想做又不能做的事情，哇，就极满足了咯。这样是极满足是几就哎呀就满足到啦。你下次这样讲就清楚了吗？对不对？嗯。嗨，你好。听说这里有一间特色摇滚铺，就想采访一下这里的主人。你们黑不黑是一个？咖喱 KKPI。Boleh saya tanya, dari mana kamu dapat bekalan air elektrik untuk rumah ni? Sebenarnya kami curi dari. Tuan-tuan dan puan-puan, reporter-reporter sekalian, yang sebenarnya semuanya. How many members do you have in KKPI? Three, four. Actually, there are five of us. My name is Peter Lim. I am the main singer. I sing, I compose, I can dance, I know hip hop. Yo! I break dance. Oh! I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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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 I like it! Oh yeah!